Lady Gaga， 那你这次上海的演唱会的造型会不会像 Lady Gaga 一样？那我们不知道，还没选过造型的问题。啊哈，你对自己本次演唱会的这个造型满意吗？满意啊，满意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那这次上海的话，会不会比北京更加的有新意？我还在想，有没有想到一个很搞怪，或者说很古怪经典的造型会献给大家？其实。因为我每次上台造型，我都有跟赵老师有去沟通，说我想要什么样的感觉。然后这一次的话，我可能还是需要跟他再商量一下。商量一下，对。好，那么其实呢，我今天这个对三位的这个简短的一个采访啊，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待会儿稍后将会留给大家一个群访的一个时间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本次我们上海站演唱会的我们的赞助商，我们的慈溪呢，也将会为三位献上他们的一份小小的礼物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也希望你们演唱会能够大卖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欢迎一下雨欣小姐为我们的三位送上礼物一份，来有请。我们送上的哪个是冠军？中间那个。中间那个。嗯，我喜欢右边那个。好，有请上。可以帅，可以帅。中间那个唱的可好听了，太帅了。旁边那个也好听。稍微往后放。好，谢谢雨欣。
好，这是我自己一生专门为我们的三位送上的一份礼物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朝前看，倒数五秒，五四三二一，谢谢，谢谢，有请回座哈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前半部分呢，到这里呢就简短而又这个隆重的差不多结束了。最后，我们有请我们的赞助商和我们的几位这个主办方上台，我们可以留念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就寻找时间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谢谢三位的配合。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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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，来，我们的刘姐来，来，来，请，来，来，请。话筒拿一下，两个拍照，来，来，来，话筒拿一下。啊，主办方要拍吗？要拍吗？不用拍了，算了，我先用话筒留下来。让我们三位朝前看，谢谢。自信一点，好不好，三位小伙子？来来来，露出你的微笑。首先摆第一个 pose， 谢谢。来，各位朝前看哈，第一个，第一个。来来来来，你们干嘛？三个都一样啊。好，各位来第二个动作，谢谢。第二个动作，朝前看。来，这边。今天左边。朝前看。好，还有还有右边的、左边的、以及当中的。谢谢，非常厉害，谢谢。接下来让我们好，来接下来我们最后的一个动作啊，都来设计点。首先我看当中，谢谢，来看当中。好，五四三，右边，右边，谢谢，右边，谢谢，右边，来，五四三二一，谢谢。来，五四三二一，好，谢谢三位的配合，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媒体朋友的配合，谢谢。